喂，请问是吴千姐吗？是我。这里是上海市第二看守所。您的父亲吴天胜今天早上突然胸痛严重，伴有呕血，现在已经送往检察院的医院进行抢救。吴天胜是在今天早上配合调查的时候突然病发，情况非常的突然。倩倩，哎妈，你爸怎么样？这两位是吴天胜的家人，这位是您父亲的主治医生张主任。你好。吴天胜是巨大生主动脉瘤，而且已经开始有破裂的表现了，请二位做好心理准备。妈，需要和二位确认一下，他是否曾经进行过主动脉膜瓣置换术。是是是，半年前他做过，现在发现生主动脉扩张并且持续增大，情况十分危急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好，马上手术，我现在就去签字。吴天胜的手术难度很大，国内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寥寥无几，我们院唯一有这个能力的杨医生现在在美国进行医疗技术研讨会，如果等他回来一切都晚了。什么？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吧，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其实裘文君教授才是这个领域的泰斗啊。裘教授，他人不是也在美国吗？下面我们有请新郎的母亲，著名的心外科教授裘文君女士给新人致辞。我昨天听新闻说了，他已经回来了。裘教授呢，现在已经被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邀请去做讲座。是他？你知道这个人？我知道他。你的。谢谢。你的。谢谢。你们那个同学今天没来啊？你问我们，你还不如自己给他发个微信问一下。你们先喝。调皮。哎，你最近跟赵一凡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我跟他说了，他要是三年之内能拿到冠军，我就嫁给他。你不会是又在耍他吧？我耍他干嘛呀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相信他，他相信我。真好。干长志远。挺好的。你是发自内心说的挺好的。我跟你还需要藏着掖着的？我现在跟他柴米油盐平平淡淡的，不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吗？有说曹操曹操到啊。今天准备给我调什么酒啊？你先坐。我其实已经调好了。真好看。您等会儿。那个这杯酒。你先说吧。这杯酒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杯酒我想给它起名叫星辉，你快尝尝吧。哇，你跟他还有联系啊？我们现在跟深思有一个项目在合作，他是对接人。他举报你替考，大闹你婚礼，他是既想毁了你的事业，又想毁了你的家庭。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联系的？现在下班时间啊。好久，拜，来请问。好喝吗？你尝尝。
哎，你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接我电话了。有事吗？我要见你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要有什么事情等我上班再说吧。我必须要见你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的，一定要见面。严有成，我求求你，我现在在兰苑，倩倩，他还敢换个电话给你打过来。姐姐，你是喝多了吗？这么大声。哎，秀文，去。哎呀，一会儿切着手吧，看着点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嗯，好吃吗？快尝尝，超级甜。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说？就是啊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，我做的那些伤害你的事儿，我也都受到惩罚了。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求求你帮帮我。不能。你都不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我求求你。求你帮一下我。什么事儿啊？能让你跪下？起来！你至于吗？到底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能让他也这么狼狈啊？只有他狼狈吗？小陈就不狼狈啦？所以，只有你能救我爸的命了。严有辰，把我微信加回来。妈。妈。妈，实在是麻烦您了。邱教授，一路上辛苦了。边走边说。好的，病人的情况呢？之前都发你邮箱了，您看了吗？看了。纸质版的我也带来了，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，我们到了现场我再给您介绍。好。
裘教授，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你是小陈的同学吧？是是是，他和小陈是好朋友，是最好的朋友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谢谢您。先坐那儿休息。有个问题我想要问你。什么？吴倩倩那么对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帮她？我的生活好不容易平静了，我总不能一直抱着怨恨往前走吧。